谢霆锋和张柏芝前年离婚后，六岁长子 Lucas 和三岁次子 Quintus 一直跟随张柏芝生活。谢霆锋为保拉姑的碳酸泉，跟张柏芝保持良好关系，让当时冲动离婚的张柏芝一直心存希望博复合。直至上月爆出谢霆锋与周迅相恋，当时和梁子正在加拿大度假的他闻风几近崩溃，挟持梁子定居当地，并向谢霆锋每月索要巨额生活费。这都不止，他还突然改掉电话号码，断绝谢家与梁子联络，令孩子顿时父爱间断六亲。上周谢霆锋的妹妹谢婷婷证实，嫂子已经换了电话，无法与她联络。而谢霆锋挂念爱儿，终日闷闷不乐，加上工作困身，无法请假探望儿子。因此上周到澳门拍《赌城风云》时，全程筹望，目光呆滞，心情低落的好似生人勿近。与一对宝贝分隔异地的谢霆锋一改以往耍酷模样，整晚心不在焉，动作随意，不拘小节，在片场无奈掀衣，露出腹肌及内裤，抓身挠动，显得心事重重，情绪烦躁，最终都是血浓于水，与儿子还是无法割舍。以后再想看到两个宝贝，除了要挨十几个小时长途飞机之外，还要得到张柏芝的许可证，不惆怅才怪呢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